这是一个诡异的镜面世界，镜子外面明明是四个圆，但是里面怎么变成三角形了？咱们挪动一下看一下，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体，并不是特效做出来的。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子呢？这到底是空间扭曲，还是镜子里面有另外一个平行世界？咱们转动来看一下，哎，这一瞬间镜里镜外竟然发生了交换，镜子里面的三角形竟然跟镜子外面的圆形发生了交换，这种现象也太神奇了吧！我得小心一点挪动它，我们看一下，还是看不出什么问题。我们直接再转一下，哎，它又换过来了。如果你不明白，那么现在马上给你揭秘一下，仔细看它镜里镜外的形状变化。从正上方看下去，它既不是圆形，也不是三角形。咱们再看一下侧面，侧面、正面、侧面，拿起来看一下，原来这个物体的边边是不规则的，有些地方高，有些地方低，所以产生了视觉上的变化。你看明白了吗？